小妹仔，你著跟我白讲，你想要食啥？是想要食鲍鱼啊，鱼翅啊？都拢买，我想要食白醋凉面。白醋凉面？嗯，敢袂当袂错。无啦，迄白醋凉面，想甜啊啦，啊，搁再讲，阮大兄伊著不爱食面。我著知影你不爱食甜的啦。啊，有人讲啥物哦？看爱食啥，在我点啦。我看你生意嘛是普通普通尔。 无啦，无安尼好啦，你做你食你的白醋凉面啦，啊，我甲阮大兄、阮食白行的话，酒当会当食白行，啊，毋过你是主人，你都要陪我做一食，安尼才有礼貌。我这到底什么道理啊？你爱啉是啉啊，要食什么白醋凉面，这大会是有白醋凉面啦。你免惊，我知影有一间正开啊，对啦，行。请问社长在创啥业务？我甲请回就行。 赵小姐啊，咱不见面啊！你，我就感觉你改面色啊！你叫陈主，今麦要去黄家食堂，哼，想袂到吼！啊，若是迄个你遐嫌贵啊，身躯边有啥物人，我是拢一清二楚啊！你想要创啥？你莫乌白来哦！莫乌白来咧，破坏我的好事，你就是该死！你来咧！ 我走去，你给我放开，放开哦！无问题啊。 讲出你这个脚骨，我就放你走。一个面生做这么硬头，那是摆脚，足可惜的尔。 走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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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跟我讲要个指挥卡讲唔长啊，我咧看你有几亿卡好讲。黑幕社长啊，这个少年啊欠我钱，我只是来讨笑你啊咧。你又袂讲，你之前伫咧街仔路我袂了啦，我拄好经过斗沙岗，你即马才来找我算账。之前欠几阿伯欠你钱，你嘛找遐个人去找董源麻烦。阿公，迄个光头，伊之前捌绑票过阮妈，我甲这酒庄司长甲阮妈救落来，一定是这个歹人哦来背后咧做事的。边家吸着阿玉啊？秦副社长啊，你莫忘记咱是家己人哦。你若是对我安怎，对高总裁是歹交代哦。你种本事，就算死一百遍，阮阿伯嘛袂有任何感觉。你先休息，王啊。
啊！你敢扣阿勇？敢扣我子文？扣阿勇？出来谢啊你！我见好啊！我跑出人命。郝春华，今日就先安尼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我找这少年的麻烦。走。指挥，看人要紧吗？啊，我不要紧啊。金木先生，酒当署长、饭当署长，多谢您把我救。啊，是讲您哪会来这？来吃条面的。嗯，好吃啊，就这味啊，哦，我够怀念的啊，好吃。嗯，酒当署长，饭当署长，啊，您不要吃。哎，啊，恁两个真正真个坚持拢不爱吃，卖落去都好啊。哎，不是不爱吃啦，我是常常想到，顶一遍吃这白醋凉面时阵是个幺五。二十几年前啊，迄阵进会嘛滴。这虽然讲是讲不爱食甜的啦，啊，不过你看到凉面哦，那是怀念伊的滋味。啊，那安尼哦，恁就加食一寡。哦，阮妈讲哦，只要食着白醋凉面，就会感觉讲哦，阮爸就伫个身躯边。这味拢无变，甲二十几年前的口味一模一样。嗯，本董事长，你敢有要紧？啊，若是真正无合你的口味，你莫勉强嘛。不是啊，对我来讲是较甜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，这为了正规啊，我愿意配合。这位，往三罐面过来。哎，本大爷，林宝，阿伯，我今日面哦，直接点咩套餐？哎，这个我想到讲哦，以前甲进辉爱食凉面，一定爱配米。嗯，安尼叫下米啊？啊，对哦，就当是对，当当是对。我听讲，你甲阮爸是做兵时阵识识的。是啊，是安怎样？我大个时阵，阮爸就失踪啊。啊，我细汉敢若听过阮妈讲过阮爸，恁敢会使讲一寡阮爸做兵的代志啊？当然好啊。志伟啊，这虽然讲恁爸无伫的吼，但是我要甲恁爸就吐槽一下。你本到啊？陈振辉虽然无伫啊，不过伊即摆天顶看你是毋是哪有别人讲话啊？我即摆要讲的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啊！在咱做兵的时阵上期待哦，就是厝内面寄来批啦。啊，恁爸哦，遮十遍哦，恁母寄批给伊哦，伊上少看十遍以上啦。啊，十遍就笑到安尼哦，戆头戆面啦。啊，有一遍哦，有一段时间批煞拢无来啊。真威啊，靠袂煞啦！啊，一时啊，即个烦恼讲哦，是恁母啊，你甲伊生气啦。啊，一时啊，搁咧烦恼讲，伊是破病，啊，是出什么意外啦？迄个时阵敲电话搁无方便啦。伊说烦恼到强要强要做刀兵哦，走出营区啦。后来咧，后来哦，你买被哦，好好藏伫迄个沙发室内面，结果是迄。上坡夜郎闹高去，第二天恁爸就收留了。结果因为这件代志哦，规个野区的人哦，笑进灰啊，笑一个月啦。我讲大兄哦，感觉实在是足无面子的。有一段时间哦，拢把进灰当作无熟识啦。安尼听起来，我感觉阮爸足古锥的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只要讲无唔对，
啊，迄当作陈正辉，我相信伊的心肝内足艰苦的。但阮这无品啦，笑一个用情遮深的人，也是讲恁两兄弟啊，我咧听起来你嘛真正足无义气的啦。那迄个人做兵嘛，较少年，较袂晓想啊。你讲得无唔对啦，现在想想的哦，确实是无啥义气。军长，啊，有三杯啊，你搁倒第四杯啥？无啦，这是我甲阮大兄哦，饮酒的习惯啦。啊，特别阮伫咧饮酒的时阵，阮拢会替金辉啊传一份啦，就当作迄金辉啊永远拢伫咧阮的身躯边啊。金辉啊，啊你兄哦。今日从你过去的这道柜台，阿公的指挥听，你是唔能够想去呢？啊，喂啊，等做伙敬一杯啊！哎，等下啦，我搁伫遮呢。即马不离身躯边的人，才是继续不离走落去啦。你已经为咱这个家操烦了十几年啊！珍妮、安迪拢大汉啊，我的事业嘛已经有成就啊，今晚我来照顾你，为你负责。林美妍，你奶奶家？阿姨，你哪有委员的手帕？这委员要送我的啦，袂用的哟。阿姨是嘞，为着要逼委员出现，我只好和你受罪啊。妈，不能这样！妈。有警察官带警察要过来，听讲是要找纵火案的关系人。原来是张警的，你好。这个人是你公司的员工。吃医生的药啊，安尼赶紧好起来，唔则会当去找东宇。你拄则我吃什么药啊？上出来药啊？是为你包包摕出来的。你这恐怖的糟人，你让我离开这。陈英雄已经为我个人化妆室的密道安全离开。你拄则帮助英雄啊，为离开这不去用脏的。就证明你对我真死忠。我叫做米娅，是这间会馆的助理。有你这里，才能让水的结语发到一些对这查甫人的身。我想后生呢，计有闲啊，我去来看。我若无啊，我恐怕白记啥啥款。啊，你物件白记摕哦？你是啥？我甲星汉绝对是清白。啥物件白记摕？